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台北的早上。今年因为受到 COVID-19 的疫情的影响，就没有回老家，一个人独自留在台北。虎年还是希望今年也有特别的展望，那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恭喜发财，平安顺利，还有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。大年初一，快乐！